大家好，我是白薇秀。那这次参与太和观一心一意为善乐这个节目呢，我将会和我的女同事们带来肚皮舞。刚开始当我知道我要跳肚皮舞的时候是有点抗拒，因为对跳舞对舞蹈不是我的强项。那我上了几堂课之后呢，跟大家又玩又闹又笑的时候，那就觉得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，而且当你自我挑战的时候，那份心意就会，我觉得会更大。所以这次我挺喜欢，也可能之后如果有时间还会继续上课的。